第25题，在食物中加入大量的糖与盐，抑制食物中微生物的生长，使食品得以保存。这种食品保存方式称为什么？我们看到这里面并不是使食物本身的水不见，所以它不是我们的 A 脱水干燥。我们有没有看到它把它包在一个真空包装或者是密封包装里面，所以它也不是密封包装。也没有看到它会降温，所以它也不是冷冻，所以它上就是 C 所谓的腌制，加入大量的糖跟盐，比如说我们做的所谓的果酱，或者作为所谓咸鱼的那个样子。所以呢，第25题问我们说，在食物中加入大量的糖与盐，抑制食物中微生物的生长，使食品得以保存，这种保存方式称为什么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腌制。